Ladies and gentlemen, number four, Let's go， 一起摇摆没错，来有请。Come on, one, two, three, here we go。给我你的手，你的表情，让我们融化在这节奏里。来自蓝色海洋的诱惑。来自黑色玫瑰的致命吸引，来，兄弟们，投票通道已经开启，音乐突变，来，兄弟们，好了，我们再次我们的评委为两位选手增加了难度，这是一首来自新疆的歌曲。这算是你的师傅。那么二位正在为大家演绎的是猪八戒背媳妇儿当中的媳妇儿。咱们去看看吧。去不了。啊不对，是猪八戒背媳妇儿当中的潘金莲，没有错。去看看吧，走走。那么左侧是我们的古大美，右侧是我们的琪琪。没有错，这首歌曲就叫撒尼玛。是谁送你来到官人投票了，官人是那璀璨的星光，星光是那明媚的蓝天，是那明媚的蓝天，是那明媚的蓝天，蓝天好了，那个嘈杂的音是我们的系统自带的音效啊，并不是我们这边出的那个音效啊。好的，现在还有最后的160秒，那么双方各自70秒钟，各自进行拉票。首先有请我们的古大美开出音频，有请。感谢各位哥哥，感谢各位姐姐们，我是古大美啊。大家喜欢的话，帮我们点一下上面的投票哦。行的，记得投一下，投一下，投一下。然后电脑用户的话可以投10票，手机用户或者是新浪微博还有那个QQ 都可以投票，都可以投票。感谢我们家的帅家军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帅家军？有没有红家军的？感谢感谢大家，记得投票啊。然后记得先跳一个舞蹈送给大家。辛苦木叔哥哥啦，辛苦木叔哥哥啦！哦，马上就要快跳那个了，然后一首舞蹈送给我们家所有哥哥们。好，时间到。那么虽然我也很想看看，现在在这时间来，有请我们的琪琪进行拉票，来有请。出生啊，为我站队，谢谢大家。如果说大家还有票的话，为琪琪宝贝涂一涂吧，啊，投一投吧。一紧张就卡，那么我也为大家来跳一小段舞，好不好？伸下去我那里看啊。Yeah。别说你不想，你很想，偷偷来想一场。我只是帮忙，帮你把你这都弄放一旁。烟不来，安安静静的避风港。啊，在我这值班，轻轻让你释放。你给我乖乖待。